哥晚安。Good night 呀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Hello, 啊对。我忘记调画面。谢谢提醒。休息晚安。怎么看不到呢？我发现它长眉毛了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等等我，我忘记放晚安了，这样子看得到吗？这样会被我打，没关系。这样子好，晚上好呀，近一点好，好吗？Hello, 今天排排稳吗？我决定把它放在下面，因为上次有点可怕，它一直掉。Hello, Amy, 晚上好，谢谢九蛋的新之冠。咦晚上好呀，博汉晚安，一凯晚安。不会啊，我放在这里它就不会掉了吧？应该吧，它再掉我就没办法了，真的吓死了，吓死宝宝了。给你们猜猜我开播前在做什么？你们猜猜？晚安，丁丁晚安安，鸡肉晚安。你们猜猜我开播前在做啥？Amy 晚安，吃饭，也算对，但我想要叫你们猜的不是这个。当然有啊，我不是只有开播前在想娃娃兵好不好？我是无时无刻都想娃娃兵，知道吗？北极星晚安 ，Good night。白天你在庙里，对的。今天去玩，谢谢孝贤的新之冠。好，七七晚安，晚安哟。谢谢 Amy 的炼金庙，平手。谢谢天佑哥哥的石头剪刀布。榴莲哥哥晚安，Jack 晚安，快点嘛，你们猜嘛。哦，谢谢 Sparky 的野外采集，他好可爱哦。你们猜我开播前在做什么？猜到我才要告诉你们，哈，我在讲什么？你有懂吗？就是你们要有人猜到我才会。做新宝宝，没有哎、欸。好，那提示一下好了，有关于吃的，六 BB 也有六 BB 啦。谢谢天佑哥哥的花花，谢谢 Jack 的炼金妙，谢谢丁丁的枫叶，阿贵的晚安。网络爆了，网络爆了是什么意思？猜对了。Amy 猜对了，我在炸厨房，没有啦，我还好吧，没有炸。谢谢 Jack 的新之冠，谢谢蜂蜜柠檬晚安。我没有炸厨房，我技术还算可以。好，就是啊，我刚刚在做，它是什么？凉糕，对，凉糕，点枫叶点到手上，谢谢，恭喜 Amy 中奖了，呜，嘿，什么事 Jack？ 我在做凉糕，可是啊，我跟你们说哦，我觉得我做出来的凉糕啊，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，而且因为我加的是二砂，所以。它出来的颜色不是白色。谢谢志伟的炼金秘药，
Hello，发呆客，Hello，各位，我没有把厨房炸掉了，平安才是炸厨房的，这什么都可以讲到邱品涵呢、欸。宝 航姐姐说你有留言给她，很羡慕，嘿嘿羡慕吗？Hello，伊迪。凉粉听起来还不错，我给你们看，而且因为它出你们知道你们有做过吗？你们有做过凉糕吗？对啊，它叫凉糕吧？为什么突然忘记它叫什么名字？平安中奖，真的啊，什么都可以讲到邱平安 你们有做过吗？还是你们有人喜欢吃吗？Hello，Hello，Mina，Mina Mina 晚安。柔君晚安，高粱，哈，高粱，凉糕是长得跟妈咪，来了来了。哦姑奶奶，给你们看我做的凉糕，鼻涕。哦，臭，它有一个二砂的味道。二砂其实闻起来不是香的耶，我觉得闻起来不太好吃，而且我没有那个什么香蕉什么的，加在凉糕里面的什么香蕉什么，香蕉姨吗？嗯？什么鼻涕膏？不要这样子好不？臭妈咪，很臭。对啊，就是你们知道二砂的味道吗？它现在就是二砂的味道，可是。还蛮好吃的啊，我觉得，但就没有凉糕的味道，所以谢谢柔君的，你是我的女神。香蕉油，麦香零分，我也觉得没关系，不用讨，不用讨。你看，所以我现在把它加在牛奶里面，这样子很好吃诶，就像那个荤桂一样，有荤桂的那种感觉。其实吃起来是还可以，谢谢 Vina 的 Love You，凉糕味道特殊，对，真的，就是因为要加那个香蕉油才会有凉糕的那种味道，可是我没有去买香蕉油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这样子讲还蛮蠢的，我今天因为我们家的那个磅秤就是可以称粉的那个。称，它刚好没电了，然后我又懒得出去买电池，结果你们猜我怎么量的？你们猜我怎么量要多少克的粉什么的？有种凉味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不喜欢，还在，那是老梗，你知道吗？称，对啊，称，就称呗。第一次吃的凉糕以为是马吉，都 QQ 的，可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点不一样。板子被放弃了，对啊，他就在后面吧，没关系。电池拔起来重装一下，没有，就是真的完全没有电了。然后，因为它其实也用了，我上学期是手工饼干社的嘛，所以我用了一整个学期，然后反正它就没电了。你们猜我怎么称的？什么用跷跷板称东西？原始人哦 好哟，丁丁，到处跑，到处跑。哎，Sparky，你厉害耶！对，我用体重机，我们量体重的那种，我用那个去称。可是，谢谢孝贤的，你是我的女神。植树节生写到了，等等来猜，好哟！啊，对了，孝贤，你是不是抽到我的两张纸笔呀？所以没有其他人指定你。不准啊，没有，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
其实你只要上去，它有一点点重，因为我要测250克，然后我想说那放上去可能二，然后再多一点点就是三了吧，那就差，反正就差不多就好了。啊，结果就发现它其实一点点重量，它没有一，它只有二，就是它起跳就是零，然后二，没有一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就称出来公式50个，没有啦，没有，我只有把它这样放上去而已，可是还蛮蠢的，我觉得。啊，他也说他也知道，欧阳秀贤，时候改名了是不是？对啊，称不准，但是做出来还行啊，你看，呆呆的。很疗愈诶，而且做凉糕之前要先炒，把太白粉炒熟，你们知道吗？Hello，Hello，艾斯，美少女主播晚安。疑惑，可以吃就好，是不是？误差还好，不要弄错才好。你说把盐弄成糖什么之类的那种吗？Hello，小魔法，你是不是一个牌子？胡椒粉，我们家就是那个牌子哦 太白粉，对，谢谢卖米钱的心之冠。谢谢 Jack 的阳光，因为那个。就是凉糕上，哎，我找一块有粉的，哎，怎么都没粉了？粉都被吃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反正就是他们上面要弄那个嘛，买凉糕不是都会有粉吗？啊，我也不太懂他为什么要炒熟，有人懂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嗯，可以告诉我。反正就是因为我看了那个上面写说，哦，要先炒熟，然后我就炒，然后啊我也看不出来它到底熟了没有，所以我就炒了一下，然后就把它倒出来这样。所以其实，可是我觉得加太白粉又有一个味道，就是扼杀的怪味，然后再加上太白粉的一个小味道，就更怪，你知道吗？吃起来孤陋寡，没关系，我也不懂，呜。谢谢孝贤的魔物讨伐，怎么？海里的鱼，晚上好呀！谢谢卖米钱的枫叶，谢谢 Amy 的炼金鸟，凉糕巴掌，哪有啊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炸厨房的应该是妈咪，你知道我那个就是要把。什么地瓜粉，然后加上糖，加上水拌在一起啊！我不小心拿了一个比较刚好的盆，所以就差不多快要满了，可是还没有满。要满了，可是还没有满，哎，还没有满啊！结果我在炒那个太白粉啊，我先拌好那个，我才开始炒太白粉。然后就炒一炒，结果我妈咪就来看，因为我问她说，它到底熟了没啊？我就看不出来啊。然后结果我妈咪也看不出来，然后结果她就突然间啊，然后我就看过去，她差点把我的地瓜粉那些全部炸出来，吓死宝宝了，是不你是？放的位置不最好是就是你。明明就是你放的位置不对。然后后来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我觉得今天炸厨房的不是我。Hello，魏叔叔，直播间怪怪的，品涵直播间怪怪的，怎么了？还好厨房还在啊。才不是，没看。所以我技术还算可以，就是我觉得自从加入了手工饼干社之后，我就会比较喜欢做一些这样子的动作，
整个卡住吗？你说刚刚看品涵台的时候吗？叫美少女一会没有，就是你怎么会突然叫我美少女？为了避免在厨房去果果家跟果果一起做，谢谢柔君的炼金秘药。可能吧。然后我下次想要做那个粉圆，珍珠粉圆，差不多。然后还要做婚柜，真正的婚柜不是这个婚柜，就是它真的很，它有一个味道，你不觉得吗，妈咪？不要闻，不要闻，不是，是二沙的味道，二沙有一个味道，珍珠好吃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味道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那个盆子没洗干净 ？No， 真的是二沙的味道啦。美少女日，今天是美少女日，真的，真的。然后再买奶茶，做珍珠奶茶，真的，我好想要去那个饮料店打工哦，可是我觉得我会胖死。二位，笑死，有个沙味，差不多吧。所以其实做凉糕是不是要用白砂糖？才不会有奇怪的颜色。凉糕不是人家的凉糕不是都是偏白色，还是他要加色素？不知道。你没有做过什么？你没有做过什么什么甜点吗？胖胖雨林也很可爱啊。不好吧？我已经，我觉得我的脸已经就是肥。Hello QK 男子 ，Hello 思雅浪客 ，Hello 吉川 ，Hello 国成 ，Hello 平头的抉择，嗨，加上麦。其实我偷偷跟你们说一件事，我没有很喜欢喝麦奶茶。我觉得它有一个，怎么又是一个味道？就是一个味道，麦味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最喜欢喝的是那个隐士，那个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就是有绿色、橘色跟爱死粉红色的啊，隐哦，对，对，真的。有一股麦味，冰沙算吗？不，那是搓冰吗？算吧。色素。对对对对对 ，Jack， 你说的对啊哈、啊、什么？你的名字没叫？没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好不？谢谢 Amy 的 Love You。我之前做过布朗尼，雪花饼干，是长得像放大版的小馒头，那个牌子好喝，对，我觉得它的就是有一种很好喝的感觉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哎。谢谢孝贤的野外采集，谢谢阿华的炼金秘药，就是有些东西真的是有一种。特别的味道，就是，同样都是奶茶，可是有些奶茶就是特别好喝，你们也会这样子觉得吧？对，有一个味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不能打全名吧？你们应该还好。食谱做吗？什么来着？没有，我的我刚刚讲的那些几乎都是我们社团课做的，但是其实光看那个食谱，其实就
看得出来。可是有些，比如说要煮啊，或者是要搅拌到一定的程度，然后去干嘛的时候，就是会不确定，所以一定要问老师。雨淋有雨味吗？雨淋有雨味吗？雨有点臭臭的，不觉得吗？好了，雨淋没有雨味，雨淋有香味，可以吗？塑胶，厚奶茶味，你喜欢立，讲出来了，哦，每个人喜欢的都不太一样，它真的就是都有不一样的，哎，哪有啊？哪有汗味？没有，我就算流汗也不会臭到哪里去。可以吗？哪有海味啊？就算是章鱼也不会有海味，好吗？我是一只会喷香水的章鱼，会洗澡的章鱼。算了，我不说了。火星味，火星是什么味？奶茶。哦，我麦喜欢那个。它的绿茶，我觉得它的绿茶最好喝，虽然有点甜。其实我觉得绿茶很好喝，香的汗味。别讨论味道了，都是 BB 的味道，真的。你的汗是香的，翻什么白眼？奶茶，太甜了，他们都偏甜，然后是因为它的包装比较小，就是有时候只想喝一点点的时候我才会买它的，不然就是喝茶什么王的。好啦，回去。跳出这个话题好吗？麦德丽娜的，我也觉得，很普通吗？还好啦，恭喜孝贤中奖，谢谢你的炼金秘药。真的吗？爱死，茶什么王的好喝，真的我也觉得。好了，出来，我今天想的主题是。最喜欢的东西，就是各种不同，比如说吃的、喝的，然后，去哪里玩，家里最喜欢做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，就是各种最喜欢的，可以是事情，也可以是东西。先想想第一个，什么好呢？最喜欢的水果好了。好吗？最喜欢的是雨林，呀，谢谢。最喜欢的人，好，我们先。最喜欢的成员吗？也可以，我们从这个主题，好吗？Hello，卡丘，深写拍这么多，我觉得哪个比较喜欢呢？哪个比较喜欢吗？哪个比较喜欢？目前的还好，就是没有说特别喜欢什么，就是都很喜欢。可是我最喜欢的，敬请期待，不可以透露太多。谢谢卡丘的炼金秘药。又雨林，哈 哈，Hello 西西，哈，最喜欢的嘴唇，白眼，最喜欢的成员不就是神的？对，聊聊我们不，我们你们最喜欢的成员是谁？
跟雨林见面满两年，跟雨林见面满两年，今天是几号去？30号，4月30号。前两年的4月30号，我忘记了。前两年总选吗？不，总选什么什么东西？总审。我忘记了，我真的忘记了，是什么啊？最喜欢的水果，柚子，柚子，你喜欢吃柚子？小小黑黑的，最喜欢8月，哈？哦，最喜欢八月的。哪一个八月啊？去年，哎，去年八月还没有啊，所以是今年八月吗？那我想想，我的是几月啊？哎，我忘记那是哪一月了啊，反正敬请期待嘛，好不？他出来我一定会告诉你们的，好吗？暖场，哦，2年了哦，那么老了。我说我 ，Hello 健健，谢谢孝贤的真情告白。哦，没关系哦，九蛋，你在医院。Hello 吉川，欢迎回来。Hello 愚者，谢谢孝贤的你是我的女神。忘记交房间了。可以出道啊？你要出道了吗，健健？知道雨林已经快4年了，快4年了。谢谢 Amy 的你是我的女神，快4年了，怎么算？1519没错啊。一五，哎，真的耶，哦，对，对耶，真的耶。爬回来，哎呦喂！等一下，我的头发一直刺到我。那九蛋辛苦哦哦，阿了。妈还好吗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九蛋。祝阿妈早日康复。看到有点真实，想说这孩子以后会不会后悔？你说看到那个照片，会不会后悔？是不是？会，有一点。我上次那个公司的姐姐也给我看，她说：“哎，我有小雨林。”我就想说：“哈，什么小雨林？”结果一过去看，我说：“你哪里来的照片？”她说：“你甄选的时候交的。”然后我自己都忘记。樱桃猫，晚安。知道雨林不知道几年了，真的吗 ？Hello，柠檬檬，还好没后悔。对啊，一定就是奇文啊，奇文哥哥。哦，我知道。那我比星星更早的是，因为我的 是这样子的，1519。哦，1519，什么啦？我8岁，你不知道？谢谢樱桃猫的玫瑰，甄选照片，真的吗？以前很少跑活动，现在是超级，几乎每一场都可以看到你，对不对？谢谢 Amy 的你是我的女神。真的是等了3年，终于等到你们说，真的吗？哇，谢谢丁丁，Hello 幼英，小时候就啊，好好讲话哎，我那么年轻，我8岁，你小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但见到雨林才几次，哦，因为之前见送我
都没有留很晚，对不对？很伤心诶，那时候大家都可以到很晚，然后就知道很多粉丝，可是我都还没有遇到，我就要走了。看着雨林长大的，哦哦，看着雨林长大，从小看雨林长大，大问号，大问号，旅展才有。哦，真的，我以为是因为剑颂没有看的，永远是8岁女星，很少看到雨林，真的，我们都就是之前那个开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表演完，然后有的时候可以就是可以去。观众席的旁边不是有个吧台吗？你们还记得？之前办活动的，很，对啊，很常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就是他旁边，反正他旁边有个吧台，然后我们都会偷偷去那里看，超开心的。首度升学那些，哦，对，看着云长发，不想理你。雨林宝宝，马嘉玲回台的暖场，哦，哇，说也有点久了，有福袋，我们来开开。等一下，我今天好像听说他之后没有福袋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里。你们不知道吗？有些站在比较旁边的就会有看到我们，然后我们就会在那里跟他一起嗨，然后每次都说前面他们真的好厉害，然后就很羡慕，然后想要向他们学习，然后就偷偷跟旁边的粉丝打招呼。到5月底，好可怕！我现在还有哦，31个连续，31个。哦，好飞哦！天呐。哦，算了，2个都那么飞。哦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应该要那个叫孝贤帮我点。对对对，会强制全开。你说没有满时速的吗？好飞，好好打字，好不？摩洛哥雨林，为什么是摩洛哥雨林？哦，摩洛哥在非洲吗？对，帮我按，孝贤要帮我按。哎，不要乱打，我哪里肥？好，是蛮肥的。哎，不管，不想面对现实。谢谢艾米的炼金哟。北非国家，好哦，摩洛哥有，不是摩洛哥有吗？那是什么？不是有摩洛哥有这个东西，没有这个东西吗？没有这个东西吗？为什么我觉得我听过？那摩洛哥是什么？摩洛哥没有一个东西吗？什么吃的或者什么洗发精？哈？想念雨林，我在这，渐渐我在这，我一直都在。摩纳哥，那摩纳哥又是什么？不是吧？那有什么油？不是摩洛哥油吗？没有这个东西吗？真的没有这个东西吗？哈哈，算了算了，我也不知道我误会了什么。欧洲国家。想念保命，可以不要吗？那是一个国家，雨林宇宙，摩洛哥王国。好，算了，我不太清楚。你们知道这句话是学谁的吗？我不太清楚这句话，是 Siri。2个国家，哦哦，真的啊、哦。是啊、哦，所以有
两个摩洛哥，哎，一个是摩纳，搞混了啦！哎呦，干嘛要叫那么像的名字？奇怪。希望我在雨林宇宙有活下来，当然有啊！你们都是我娃娃国的子民们，嗯，是这样讲吗？雨林地理不行，就跟你讲，我很久没有上地理课了，干嘛这样子？摩纳哥，哦，好，最后一句话就，哦，好哦。看着旁边长大，现在的雨林不好吗？不是消失的，不是啦。摩洛哥在西非，摩纳哥在……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哎呦 ，I see。哈，今天真的那么飞啊？哦，算了，错了，对不起。好飞呀！怎么办？看到雨林在台上表演这样，我也想念。希望果果，可以，快快回来。如果抱怨雨林。你今天已经逃几次了？你说，你每次直播都要逃几次？Hello， 透露奖，寻找五颗宝石召唤。啊？谢谢透露奖分享我的直播间。Hello， 奥斯卡。哼，灵宝真的好可爱。为什么突然叫我灵宝？很久没有人这样叫我了。Hello， 蔡亚马逊丛林，晚安呀。哦，好，我们继续回来这个主题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最喜欢的东西。或事情，你们想要什么？我想想，最喜欢的动物，新的年号是什么？年号是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康熙之类的那种叫年号吗？哎，等一下，那是哎年号是什么？不是差不多吗？不是吗？不要叫宝面，零和啊哦，这还差不多。为什么外面有一个？哦，看到对面的，零和，零和吗？八岁条马妹是动物是不是？Hello， Jack。哦，对啦，那康熙那是什么？那是清朝。哦，啊，对不起，我的历史，还行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历史有考过100分，好不好？你们要相信我。只是现在历史呢，说来话长，我觉得。老师上课的方式真的有差，就是有些老师讲就很快就懂了，可是有些就哈，他刚说了什么的那种感觉。康熙是年号，好，好，哦，我知道，笑起来有多可爱，而且我才8岁啊。说的真棒，谢谢 M1 的炼金迷哦，人也是动物。哎呦，你们认真好不？认真，谢谢 M1 的健身卡。
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？哦，好酷哦！等一下哦，我刚刚点开那个啊，有之前有这是什么手势可以出现什么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想说我比这个怎么出现一个熊？谢谢孝贤的爱的抱抱。包裹年号就是可爱，谢谢哟。我刚点开，哦，我现在有新的东西了耶！戳戳你获能量话筒，礼物收集达到500开放，或达到1000开放，或达到200开放。花兔兔或猫耳，扑通通，什要让么东星星西？出来吗？好哟，我们来看。星星，我看一下，我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。我看一下，我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。没事的。章鱼，哎呀，你们认真好不？你们真的喜欢章鱼吗？怎么又是星星？对啊，星星，我只有星星可以。可爱吧？BB，你起来，BB，BB，熊屁，哎，哒哒哒哒哒，你在生什么气？干嘛要生气啊？你奇怪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在吃东西啊？他在吃东西吗？没有啊，对啊，所以哎、欸，你小在心气什你么？那个，你说你在气什么？说对不起。说那么晚才 Q 我。对不起，要说对不起，OK？臭狗，臭狗，你们喜欢今天的 BB 屁屁吗？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对啊，BB 又生气，我不知道他气什么，他不懂，叫 BB 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昨天我刚化好妆，他就跑来亲我，结果呢，他的脸上就多了腮红呢。你又歪掉了啦！那你去后面睡，那你去后面睡觉，乖。啊，坐下，对对对，坐下，好棒哦，BB，你不要擦掉我的字啊。好棒哦，他今天乖乖的，对不对，BB？嗯，是不是呀，BB？嗯。BB 他尊对嘛？是不是？说 BB 臭，哪有啊？我是香雨林，我不管怎么样就是香雨林，知道吗？BB 可爱，嗯，哎姑，你要睡觉了是不是？好可爱哦！昨天那个阿贝桑给我们看蜜露苦糖，他跑到。他们冰箱上面的微波炉上面，然后自己爬不下来，很可爱耶！哦呀，香雨林不是香鱼林，OK？OK？你看它变中分哥了，它是爱心头，它今天是爱心头，有吗？有看到吗？爱心头，它的表情，你是快睡着了是不是？哦，好哦，那你？靠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好像没听过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脸？是吗？哦，嘿，哎，别动嘛！你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什么概念？它看起来累累，对呀、啊，它 每天都这样。而且猫咪说，它最近都是晚上起来一直抓痒啊，然后跑来跑去，然后因为我们家又是木头地板，所以它走路那个指甲刮到地板之后，就会，好可爱哦，就会有很大的声音。它老了吗？没有，它才3岁，好可爱哦！啊，怎么那么乖啊？今天，拍个照，这边。有人截图吗？
能截图吗？他这脸好无奈哦，真是的，可能吧。我不管，好可爱哦。阿 BB，你要下来啊、哦？这就是米露口糖下不来的感觉。哎呦喂，小心！好可怕，我怕他把我的线扯掉。墙上的深浅都有吗？哎，有一个雨林遮住。好，你走开。哦。叮当。都有吗？好厉害。健健应该最喜欢那一张。这张是什么？这张是不是健健最喜欢的？其实我原本想要穿红色的，可惜红色的是长旗袍，好看吧？赞赞，健健喜欢的美女。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胖，偷爆料，Hello，艾斯，欢迎回来。穿红色一定也很好看。我第一次穿蓝色的旗袍，之前只有穿过黑色的，第一次穿蓝色的旗袍，新体验。没有啊，就是刚好你进来的时候我们在讲声线。喜欢左边鼠来第二位，右边鼠来也一样啊。我也喜欢他，自己讲有事吗？那好可爱。什么蓝章鱼？什么蓝章鱼？看你头像，好可只是我的脸有点肥，怎么办？对。你。身高的人去穿才好看，对啊，所以我只能穿短旗袍。我比较适合短旗袍，穿长旗袍就是直接拖地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都可以没腿，然后就你干嘛偷穿大人的衣服的那种感觉？不然我还蛮想穿红色的，可爱鬼脸吗？大放送。还好了，可爱鬼脸我还可以接受，不要那种这样子的，揉起来会很软的，是这样子的吗？鬼脸 T，哈，你们真的下次活动真的会穿鬼脸 T 吗？所以雨林不适合旗袍不够高，你要逃了是不是？旗袍，我觉得我可以穿那种不是正统的那种旗袍，就是比如说是裙子啊，蓬蓬裙什么的。维尼熊熊，你没有这只吗？我今天有看到一个另外一个主播跟我有一样的熊熊，他的衣服又跑上去了，太胖了。你不要这样子，你会害我被 ban 台，你知道吗？衣服穿好，乖。Hello，博翰，欢迎回来哟。我们的动物结束了。拉拉熊比较可爱吗？我喜欢猪羊。啊，我们动物就这样结束了吗？那我跟你们说我喜欢的动物啊，我喜欢的动物是狗狗、猫咪、小猪、狮子、老虎、企鹅。为什么他在这里？这里又没有爱心。
他好奇怪，臭星星。你没有讲到星星。我还好，没有很喜欢星星。还有什么？很多哎，我很想养啊熊，还有，它出来干嘛啦？它到底在这里干嘛？这里有爱心吗？这里有爱心吗？星星，你的眼睛还好吗？哦，对，无尾熊，熊猫，还有海狮，我是在干嘛？我是在学海狮哦，还是干嘛？对啊，那天是在做什么？反正好像我就这样吧。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吐舌头，其实他们不会吐舌头，就是海狮他们不会吐舌头。然后结果就一个姐姐走进来，她就说：“你在模仿什么狗哦？”然后我说没有，我在模仿海狗，超白痴的。Hello 轩轩，Hello 野人星蜘蛛，星星等不及了，真的，他很奇怪，妆是淡妆吗？今天的妆是淡妆，其实我现在分不太出来淡妆跟浓妆，浓妆就是舞台妆吗？那淡妆是什么？淡妆有。中蛋跟小蛋，仓鼠，不，仓鼠，对，仓鼠也是动物，啊，反正我喜欢的动物真的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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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蛋虫，不是那个蛋，好不？还有什么？还有刺猬，还有花栗鼠。还有松鼠，还有啊，反正就是很多就对了。我在问我喜欢的动物没有什么，动物园开起来，我有在想啊，不是，还很认真嘞。说不定我之后毕业我就开始筹划，开个动物园，然后秋萍在里面卖烤肉，然后林杰在里面卖蜜蜂珍珠，谢谢志伟的炼金密钥，很适合去当动物园代言人。真的，我很想，有没有人要找我一下？不是，晕 了吗？秋凯卖烤肉，我们真的有讨论过卖开个烧肉店什么？他说他想要去日本上班。哦，菲菲，喜欢动物的人心是很善良给你们看我的布布，你们看。超可爱的吧，好那是什么啊？那底下的板板是什么？高级升降台，酷哦，好天哪！好好笑哦，好可爱。聊了什么？聊了最喜欢的动物。缺电源吗？可以来哦。好了，结束。很可爱的吧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谢谢 CP 控的，看好你哟。现在想开饮料店，思源想跟王鑫开婚纱店。哇哦，那我开个商店街好不笑死我。这样子会不会？然后在那里面再开一间咖啡店，也不，现在想太多，可爱对不对？云优惠呢？很可以，好，那
那我们现在来一个新的话题，最喜欢的，最喜欢的，最喜欢的什么呢？最喜欢的。喜欢的AKB48 的歌，其实不用，就是 AKB group 里面的歌。千年粉丝团，前面已经点过了，可是没有什么人回答。你们最喜欢的 AKB group 的歌是什么？初日吗？我觉得都很好听，我选不出来啊，不是，就是都很喜欢。你们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吧？就是 Heavy Rotation，超喜欢。所以上次有人问我说，如果可以选一首歌把它做成中文版，那想要选哪一首歌？然后我说没关系，我最喜欢的歌中文版已经出来了。Give me five 吗？那首也很好听，不一样的感觉。初日也很好听，都很好听，就是有一种莫名的，就是听了会很开心的那种感觉。Psycho Kayo，对吧？是这样念对吧？友達ができた。好像，很欢乐的气氛，对对对。如果我现在有手机可以播音乐就好了，真是的。HKT 的单曲，哦，对，我知道那首，那首也很好听。也是比较轻快的，怎么有点卡？有吗？有吗？现在又卡了吗？还是怎样？每天都一样卡一次，是不是？柏木婷婷，Team B 的代表歌曲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还卡吗？还会卡吗？大家晚安。大家，我们现在在聊，你们 AKB 里面最喜欢的歌是什么？只要我理你了，真的卡卡的吗？有吗？现在还有吗？卡了，哦不。有我理你了，大姐。Hello, Suki。不觉得我的日文有变得比较好吗？不觉得，好吧。是这样。我觉得日文真的很难，尤其是助词，我超讨厌助词。我觉得助词是要那种，我现在记比较是记那种念，放哪一个进去念起来比较顺，就跟我英文有的时候文法也是那样记是一样。有点误掉了，我误掉了，真的假的？误掉了吗？是我镜头的问题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没有啊。有吗？马赛克雨林吗？真的吗？谢谢笑一贤，你是我的女神。为什么我旁边有粉红圈圈？它本来就粉红圈圈吗？有吗？Hello，Hello，IG 版头牌比基妈妈，大家感谢我，我也期待。渐渐我想看，
我想看，我想看，我期待一下。旁边有光芒，本来就有吗？为什么？我没有印象。谢谢艾米的星之冠。我们刚在聊最喜欢的歌，票数胜过默默好，因为大家都看过默默跳舞，不怎么稀奇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六月生日会要表演吗？哎，挺不错的哟。这样我也要唱一卡。那我还是先来想下什么东东。妈妈最喜欢的歌是什么？妈咪，你最喜欢的歌是什么？喜欢吗？天使的那首。天使的翅膀。哎，是这样。妈咪最喜欢的是《天使的翅膀》，我这首只知道中文的，我不太知道。像娃娃兵要买六月生日快乐，杜玉玲出现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喽，敬请期待。因为我不知道可不可以，其实还没有决定好，但是大概就是那样。啊，反正就是敬请期待。Hello 旅馆，Hello 米酒，天使的翅膀，想看彩蝶跳，你想看彩蝶跳吗？我觉得天使的翅膀，它的衣服很可爱，尤其是那个可爱的小尾巴，我好想要那个衣服，我想穿穿看那个衣服。旅馆是不是好久不见？对吗？强，幸好我跟 Mina 刚好都在7月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嗯，是。尤雨林都买吗？棒棒的，很好，很好。一跳，你们要加退我？好的，好的。我想一下哦。哎，我跟 Mina，好，没事。除非上班，不然一定买。要来哦。先说。我还蛮期待我生日会那一场，应该会很精彩，我觉得，我觉得，超期待，对不对？我也超期待，超期待的，你不去？九蛋现在在台湾。还在台湾，生日会票不好抢，不好抢吗？真的吗？不好抢吗？今天卡卡琳一直出现，可以走开，卡卡琳走开，拜托。我想一想，七月有我、雨晴、肉肉还在台湾，但七月生日会一定不在。好吧，没关系
期待下次见到你哦，九蛋。还在台湾。Hello，哈哈哈。真的很难抢，对，还有 Mina 晨晨，哎，那我是跟，好，没事，我想通了，Hello Vivian，我哎呀，Hello 甜蜜六个一，Good night。Hello, Miso. 晚上好。六月的有机会会啊？六月的有机会会一起吗？这个嘛，这个嘛，还是一样，敬请期待哟。今天播到十点，其实我原本是想。不，我原本定的时间是到9:30，对，一个小时。我现在通常都是说一个小时，但是通常都会播超过。对，领好多娃娃吗？这还不是我的全部呢。我的全部应该可以至少堆满，应该可以堆满这里。我是很喜欢夹娃娃的。我现在在夹娃娃机里面看到一只胖丁，可是它太难夹了，所以我就放弃。谢谢米九的 kiss 啾啾，认识这么久还没见到过雨林，对耶，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我们的表演。也好喜欢夹娃娃吗？可是真的夹娃娃其实。还蛮花钱的，而且现在的夹娃娃机还蛮难夹的，我觉得。我通常有时候就捡那个宝夹，就是有些人可能偷，他们前面累积起来，差可能几十块就快要到宝夹的话，我就会玩。我前几天就夹到一个。对啊，真的夹娃娃真的要喷很多。对，我们很多人喜欢夹娃娃。再一次，玉林晚安，好哟 ，Good night。很多季还要试爪力不够就不要好夹，真的，对。可是偏偏爪力不够的，就是我很想要夹的东西，所以就有点伤心。只喜欢夹日本的。我之前有夹过日本的，可是我觉得日本不是有比较多都是两个爪子的。我有看过那个网络上有很多很多人，他们就是在教学，来展示我的战利品。我的战利品很多都在花莲。哦，你不是要跟我说，你不是跟我说晚安吗？我以为你是在跟我说。好，那 Hello 大健，我以为你是在跟我说拜拜，我以为你要跟我说晚安，然后你要去睡觉什么的。去花莲搬过来，我现在很少回花莲嘞，其实，有一阵子没有回花莲了。再跟我打招呼，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大健，嗨大健，你好呀大健，嗨。没有啦，大姐回来哦，你给我回来！之前夹娃娃弄到家里没地方放，我好想要当台主、哦。我觉得我夹来的战利品还蛮多的，可以放在机台里。在我的动物园里面要放一些机台。副总统今天好安静，他前面有来过，你想看副总统吗 ，BB？张 BB，
开租感觉不错，听说很好赚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啊。BB 啊，嗯，当 BB 当 BB 当 BB， 他不理我，来收，我知道了，我来吸引他一下。来召唤那个什么那个有一种武侠剧的感觉，为什么？妈妈呢要跟妈妈讨牌牌，才不要理你，不是啊？召唤 BB， 张 BB 你过来好不？我在找你耶，臭蛋，这只臭狗，哼！以后 TTP 上很用起来的放一头，好像不错耶，什么臭雨林，嗯嗯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以为你要跟我说拜拜。好吗？对不起嘛，大剑大剑，对不起哟，没关系呀、啊，不是、啊，这个鬼脸不够崩，好哦，张 BB 你为什么不理我？Hello 失落，请公司把你们商品放在绞娃机，好像真的不错耶，我们来跟思雅说说。哎，大剑回来呀 ！Hello， 小智 baby， 大剑你找我？大剑，妈咪在这儿，你要走吗？BB， Hello， 什么概念？什么概念？后面的爱心是什么概念？这样雨林周边会先被搅光，很不方便。什么啦？才不会嘞，说不定。嗯，还蛮难说的啦，其实。好久没把波波投了，哎 ，BB， hello， 想要爱心吗？想要。宝宝晚上好。嗨 ，BB。BB 包包 ，BB 包包，啊、嗯，什么？他不喜欢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你以为我不会吗？阿哥爱 you BB， 大姐你的爱心很好玩哦。哎，什么啊？Hello， Hello， BB 跟大家说嗨。真的，我也觉得他长好大。哎呀，别动！因为他没有剃毛。别动呢。别动，你不可以动，你乖点，宝宝乖乖。不客气。帮你抓抓好不好？抓抓。抓抓。你是猪、哦？他刚发出猪的叫声呢。所以心哈哈是这样子吗 ？Hello， 新皮口，好可爱哦 ！BB 的嘴巴
有点臭。狗狗为什么会嘴巴有点臭？因为姐姐没有帮它刷牙。通常帮它刷牙，那只牙刷应该就差不多就烂了。眼皮好重，真的。是这样子吗？嗨，宝宝，你挡住我了。宝宝，皮皮抱抱嘛，抱抱嘛，我帮你抓抓，乖，帮你抓抓，好可爱，它好像宝宝哦。这什么概念？宝宝，你是巨婴吗？嗯，你是巨宝宝，巨宝宝，它喜欢我帮它抓全身上下各种地方，包括屁屁。哎，转过来啦，转过来，给大家看看，给大家看看，对呀、啊，乖宝宝，嗯，对呀、啊、，baby 三岁，他是巨宝宝，是不是？巨宝宝，哎，好可爱，好好笑啊，他的表情，对啊，他想睡觉了。可是他现在睡觉半夜就会起床，然后就开始一直抓痒，一直敲门，然后是舔他的手手，那手手已经被他舔到快破皮了，知道吗？好臭还硬要闻的，嗯，好可爱哦，八岁抱三岁是不是？我是姐姐照顾弟弟，看到会是不是好可爱？好可爱呀、啊！你们看，橘宝宝，你叫毛宝，偷看镜头，拜拜，怎么那么可爱呀、啊？很可爱吧？你们喜欢狗狗吗？毛宝，哎、欸，对，毛宝是奇迹，好好笑哦。其实我刚拿到 BB 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有点像老 Coco。我觉得它是那种越长越可爱的狗狗。你们猜猜 BB 第一首会跳的歌是什么？AKB 的歌哦，大嘴巴，更喜欢雨梨，我也喜欢你哦。但你家养猫吗？我觉得猫咪比较好养哎。哎，什么妈妈抱？嗯，雨林宝宝啊，他的表情对啊，他的喜欢拉布拉多，拉布拉多很大哎，可是我好想养那种什么。嗯，巨型贵宾啊，然后什么黄金猎犬啊，哈士奇啊什么的那种，就是超级无敌大狗狗。我觉得上次遇到那只圣伯纳犬也不错，很可爱，大大的很有安全感的感觉。他睡着了耶，傻眼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，秀贤？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比雨林还大的狗狗，真的。我那个，我有我美国的阿姨，他们家有养一只大狗狗，好像是什么混贵宾。黄。啊？拉布拉多吧，黄金猎犬不是长那样吧？拉布拉多混。拉布拉多混贵宾，超可爱的，真的吗？被警犬扑倒过。好可怕！哎、欸，对、欸，它好可爱哦！你怎么那么可爱啊 ，baby？ 抓抓，这样抓还蛮奇怪的。抓抓，翻什么白眼？你可以不要翻白眼吗？你的睡相好看一点好不好？好可爱哦！哎、欸。
哎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笑啊！你家狗狗离家出走好久了，不见了吗？它可能跑出去玩了。我觉得 BB 也很有可能是这样子，它是那种就是只要看到别人，然后都可以就叫它都回不来的那种。雨林比较可爱还是 BB？ 当然是雨林啊。要雨林比较可爱，BB 才会可爱，好吗？因为狗狗像主人。哎，Hello，你的，好吗？我抱抱嘛，抱抱，抱抱，抱抱，我抱抱，我抱抱，好，没事没事，睡觉啦，抱抱啦，睡觉睡觉，乖。对啊，很危险。哎，九代要逃了啦。哎，好啦，我承认 BB 也很可爱。对不对？嗯，好可爱哦。雨林不好，BB 不好，是不是？妈妈比较可爱，我也觉得。谢谢西兰。遗传嘛，遗传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抱抱嘛，抱抱，乖。其实你看他的姿势还蛮丑。只看到了上半身，好，对不起，有点这个这睡姿哦，有点丑哦，不好意思。嗨，对，就看这样就好。笑死！问你们呢，狗狗一直舔手手是为什么？它都舔到自己快要破皮，你知道吗？就一直舔，一直舔，一直舔，然后每次回家看到他就手湿湿的。嗨，BB 一直想要逃离，最好是你才臭臭的 ，BB 才臭臭的，好可爱哦。看狗狗下半身，对啊，它现在想睡觉，手痒，要问医生。我们都会威胁他，你再乱叫，我就把你带去打针哦。可是他好像听不太懂，重点是后面那一句，可是他好像听不太懂。看他有双眼皮，他画的是橘色的眼影，看到吗？橘色眼影很时尚，有没有？好时尚哦，BB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他说明就画烟熏妆。对啊，它是烟熏妆，然后偶尔有双眼皮，偶尔又是单眼皮，会怕打针吗？会怕，可是打下去之后其实还好。Hello, 美酒，好了，你别动嘛，我抱你耶，好可爱哟、哦。现在是秀狗狗时间，然后下面的姿势依然还是很丑，是不是？你干嘛一直跟我讲？baby？看看你的睡姿，看看你的睡姿，怎么那么丑？怎么那么丑？嗯，我的睡姿没有这样子，你像到谁了？你说，好可爱哦！你觉得他很可爱吗？你当吗？可以啦。别说嗨，Hello，Hello，屁屁找妈妈求救，哎呦，搞不好主人睡姿，我跟你说，我睡觉会睡一睡跳芭蕾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睡觉起来可以这样，这上面，然后下面脚是这样子吸起来的，酷吧？哎，我真的有拉筋拉到睡着过。就是这样子劈，可是是坐着，然后这样子打开，然后往前爬，超舒服的。我觉得那个睡姿，哈，那个时候睡觉还蛮舒服的。嗯，对。
雨林边，嗯，唱歌唱嗯。歌，好笑。我在家中，真的会，然后还可以就是，因为我都跟妈妈一起睡嘛，然后我妈说我有一天晚上，不是一天晚上，是很多天晚上，都蛮长，就是直接转一圈，就她可能半夜起床看到我是头朝下，然后脚在枕头上，然后她是早上又睡起来，然后发现我又睡回去了，这样，很好笑。然后我妈都一直帮我盖被子。因为我会踢被子，可是我其实没有意识，我只要一睡着我就没有意识，完全没有。对，转一圈，哎 什么帮妈妈 QQ 什么 Q？你知道我昨天超傻眼的，我是在后面旁边，然后他的手就这样放在我的枕头上，然后我想说那滚过去，然后靠在他的手上，就会把手收起来，这我才要 QQ 吧，超好笑的。然后我明明就没有动，我明明就会觉得很痒。我也会这样欸，就是你不觉得吗？就是感觉到人家过来，就会有一种鸡皮疙瘩全部跳起来的那种感觉。雨林才要 QQ 好不？阿华是以为我们要念谢谢阿华的炼金密钥。什么东东？是阿华是以为要念榜了是吗？难怪妈没有陪你上。住宿舍瑜伽，我一定会去缠着他，因为我真的不敢自己一个人睡。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睡还蛮可怕的。我之前就连就是，比如说妈妈有事情要先回，要去，反正就是没有办法在家的话，我一定要有一个人来陪我睡觉，很可怕诶。然后我婆婆也会来陪我睡觉。嘿，还没念吧嘛？对呀、啊，还没有啦。你看他的表情，看他的表情，看他的表情，好可也习惯一起睡。对啊，我一定要有人在旁边陪我睡觉，不觉得很可怕吗？自己一个人睡觉、欸，我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。可是我还是会想要自己一个人有一个房间，但是不是自己一个人睡。回来啦！对啊，BB 很舒服，他很享受诶。Hello，Nice 蓬蓬。哎，他打呼，你有听到吗？他睡觉真的会打呼，这样的那种。嗨 嗨，宝宝，嗨，宝宝，一个大男人，我吃到你的毛了啦！对对对对对，不会啊，一定要有人跟我们竞争，我们就是要有一点压力，才能一直突破。自己是不是？好啦好啦好啦，你下去你下去你下去，哎，你睡得好好的，跑什么跑嘛？哼，那么可爱，等一下你再没一直踩就下不去啊，笨蛋，笨狗一只，跨过去。对，没办法，把门去锁。谢谢爱雪娜。每次在猫咪身上都看起来很舒服，它都是这样子趴在猫咪身上，啊，在我身上就是这样，它在动来动去的，超好笑的，逃亡成功，切，都是毛，都是毛，真的都是毛啊！天哪，Oh my god！我每次这样过敏都是因为它的毛。有点果然臭臭的，跟你讲我香香的，八岁还没成长，是这样子吗？
哎，有毛。Baby， 你不要自己盖被子啦。嗯，有毛。Baby， 你不要自己盖被子啦。看不到，弄不到。哦，在这里，找到了。Baby 是毛怪，真的 Baby 是毛怪，我好想把它染成毛怪色。哎呀，哎，十点了各位，十点了，哦不是，抱 Baby， 抱得太开心了，不觉得 Baby 很可爱吗？我觉得我脸上都是他的毛，已经是大眼仔。哎，可以哦，可是我有两只眼睛，我是阿布，嗯，可是那是阿贝上，这是我的头毛，啊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比较直接，就是那个挡到我视线的，我就把它拔掉，握手很，哈哈，因为是阿布，我是阿布。阿布，猫咪，嗯，不是在叫你，猫咪，麦克华西基，麦克华西基，他就要你叫我，猫咪，可是我觉得阿布的眼睛好像有点太大。这就刚刚好，就这样。窗门要开吗？猫咪，什么傻眼喵喵？大家都在说我很可爱，在被傻眼喵喵。哎呀，嗯，好吧，没关系啊，你们都这样子。猫咪，喜欢吗？阿布眼睛太大会被吓到，但是有灵魂，对吗？刚刚好就好了。谢谢 Vivian 的阳光，这样很可爱吗？谢谢，谢谢。是有点岔开了。可是我如果真的剪这个长度的话，绑起来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狗，不是像现在这种感觉，就跟抓短发的时候一样。你们还是觉得长发比较好看吗？爱心，谢谢 Vivian 的 Love You， 丑西兰。很可爱，很甜啊，大概八分糖，胖死了。木，其中一位主持，刚刚好是不是？大的刚刚好，很好很好。我们要来念宝宝喽，各位，好吗？对呀，今天是马尾。嗯，你现在才，嗯，哎呦喂，OK OK， 好，我要来搬家了，先把灯，等等我哦。其实我觉得这样有点麻烦。就是每次要念榜还有搬家的这件事情，但没办法，一定得要，对吧？还是你们喜欢白白的灯？还有白白白白的背景，我在讲啥呢？哈哈哈，好了，看到我的凉糕了。我去，叭叭叭叭叭，什么黑黑的雨林？你喜欢黑黑的雨林？什么东东？不要，什么奇怪的凉糕？是啊，蛮奇怪的。
好吧，我同意。奇怪的凉糕，可是它真的很 Q 哦。真的不要闻，吃起来还可以。我应该，哎，明天没有时间。反正我找一天来做珍珠，我做好珍珠再跟你们说，好吗？你们珍珠跟凉圆跟凉糕跟昆桂，最喜欢哪一个？啊，没有凉圆，我还不会做凉圆。虽然吃不能闻，对对对，真的。哎呀，想吃吗？想吃吗？大件可以丢啊。珍珠对吧？粉条也不错，米苔木也不错，都不错，都会胖，会胖的都不错。乱告白哎！你这样妈咪会害羞，知道吗？乱告白。啾，吃吗？啊啊！那挺不错的。羡慕吗？羡慕什么？羡慕你喜欢妈咪吗？什么请抽号码牌？很认真了你，每个都做好，我尽量。然后我想要，啊，我好想要直播炸厨房，可是我这里都就是。我现在直播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家收讯最好的地方，可是都会卡了，所以厨房的话可能就永远停在之类的。好哦，我要来念宝宝喽，棒棒棒喽，对，我要来念棒棒喽。Hello， 西西，欢迎回来，我要念棒棒喽，各位。等等，啊 ，vlog， 哎，对耶，也可以耶，好哦，好，来不及了，什么来不及？停在炸，才不会嘞，哎呀，安静宝宝，来喽，我一直觉得我的眼睛有比比它的毛，哎。这个星星为什么要出来？这里明明就没有爱心，它哪里验到有爱心？它是验手指。不是，它是要有这个才会出来。啊，粉笔一才会出来。主要是，不会要这样，这样就有可能出来。没有可能出来，为什么不出来？这样就有了，奇怪，真的有爱心？什么一团火球？手指太粗，星星饼还来得及哦。哎，我真的觉得有毛，快来了！先叫消防队待命，你又不知道消防队要去哪里，怎么待命？还挺近的。还可以给你30秒，来吧来吧，可以啊，还可以哦，没有没有，我还没有，嘻嘻，我等你哦，哇，谢谢嘻嘻的帅帅的车，嘻嘻你不是要丢在林杰那里哦？你很奇怪，他要丢给林杰的是火箭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哇，好厉害！谢谢西西哇，谢谢西西，爱你哟，西西姐姐。他要收回了，收不回去啦，不好意思哦。为什么画质变差的？等等，哎呦喂，算了，就这样。
胖胖的。帅兮兮，帅兮兮，嗯，那不叫兮兮姐姐，兮兮我爱你哦。哎，兮兮为什么不出来？什么？你是丢了才知道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好久没有，这样比赛是不是？哇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孝贤，哎，干嘛讨厌？哈，你真的是丢了你才知道，干嘛讨厌我？奇怪。真的啊？你认真吗？嘻嘻，我爱死你喽！谢谢九蛋的掌声鼓励。可以啊，你们是在比赛吗？真的假的？啊，你送的时候不会看到吗？谢谢孝贤的魔物讨伐。谢谢孝贤的，怎么那么多个魔物讨伐？哦，它有各种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谢谢，孝贤回来了，孝贤很危险哦，这个数字，哎呀，有那个一三一四，哇，它一出来我就知道，看起来就是很贵的那种。对嘛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谢谢西西。OK， 帮你回报给林杰。哈啊，重温这台没有啊？哦，卡。西西哭哭了，怎么办？好好笑哦。打给了。怎么这样子？不要说，好好好，不说不说，保密保密。谢谢谢谢 ，love you love you。好了，我要念榜了，我要念榜榜喽。说出来就。好好好，不说不说，等他自己发现，好啦，我真的要念了，呼呼，哦，第十六名是 Mina 耶，谢谢 Mina， 虽然他应该不在，就在开直播了，谢谢 Mina， 第十五名是九蛋。谢谢九蛋。第十四名是大健，谢谢大健。第十三名是 Jack， 谢谢 Jack。第十二名是。太亚马逊丛林有点长，我要写哪几个字呢？哎呀，考倒我啦，等等哦，你们觉得要写哪几个字？太亚是这样吗？什么灯都没有，小账号。还好林姐没有小账号，应该没有吧？查水表入吧，好笑啊！亚马，
真的鸭妈妈，好，那写鸭妈妈。谢谢鸭妈。是这个小三号那种大滴滴就完了，真的知道就好，不是、啊？最好写的字不是我选的，各位，刚刚是妈妈选的，你们最爱的妈妈选的，OK？不是我选的。选什么？选菜芽。他说我选了最好写的两个字。宝宝问号，切切。Hello, FDZ. Hi. 好啦，我继续哦。第十一名是米酒，谢谢米酒。第十名是志伟，谢谢志伟。第九名是浪花八十二公里。第八名是麦米钱，谢谢麦米钱。耶嘿，第七名是丁丁，谢谢丁丁，这是不是有点像 JJ？ 谢谢谢谢你们，啊，浪花八十二公里，对呀、啊，不然我看错了吗？对啊，是他。刚刚在看礼物，差点把巴士看出来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看出来就看出来吧。笑死我，欢迎就是不是欢迎欢迎，我不会介意的。好笑哦。好啦，来继续喽。啊，这时候手滑云最开心，当然啊，你很介意哦。嗯，没关系，你只要知道我不介意就好。是这样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就超不介意，很可以。好哟。好，继续咯。第六名是阿华，谢谢阿华。第五名是天佑哥哥，谢谢天佑哥哥。第四名是 Sparky， 谢谢 Sparky。呜呼，什么都懂。像这样，谢谢笑姐的观光巴士，我很抱歉，刚刚好转过去。真的吗？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 ，sorry， 但是谢谢笑贤。耶、yeah, ，谢谢你们，好，我要继续喽。第三名是 Amy， 谢谢 Amy。 哎呦，真的对不起，我的日文字有点丑，我还不习惯在这种地方上写日文字，可以吗？可以接受这个理由吗？算了，对不起。我又在自言自语了，在我转身唱歌吗？
谢谢 Amy。第二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谢谢，我要在底下标一个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。谢谢西西，爱你哦猪。Hello 杨姐，好了好了，我把它擦掉嘛，这样下次西西就不来了怎么办？那不行，那我把它擦掉。自动修复功能还没有出来，不是，好笑哦，对不起笑贤大大，哎呦喂，好啦，哦，谢谢杨杰的你是我的女神。谢谢你哟，抢了你的第一名，其实西西的目的不是第一名，是这样吗？好笑，真的，我以为他会显示。好啦，谢谢西西，我爱你哦。谢谢 Amy 的，你是我的女神。好，根本不知道，谢谢你，谢谢西西。我会帮你好好照顾林姐的，用好好照顾林姐，超坏，很故意，与林阿上息息相处，很光荣，妈妈，小问号，一二名互相伤害，不可以好好吗？怎么这样子呢？当然要好好照顾一下，是不是？大家建议什么时候答应瑞婷？那你的第一个火箭属于我吗？超坏，超坏！有没有突然觉得我反应还蛮快？我想要来玩一下，哎呦，算了，对不起，不行。火箭不都是给神推的吗？飞超飞超级无敌飞，所以呢，下次还是不要手痒乱开的好吗？火箭是雨林妈妈的，丢着丢着，雨林妈妈的也要丢着，不然她收不到 ，OK？ 好了，不要了，你们还是，把钱用在什么握手会啊什么之类的，好不好？这样子有没有比较实际？是不是？这样讲对吗？我刚刚什么都没说。妈妈开直播在丢，你等不到那一天，比瑞婷还要久。除非可能之后，我知道大姐你要记住这句话，我记住了。如果之后怎么，好像想太远，算了，没事。妈妈握手会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妈妈的手很好摸。好了，不要闹，先开完，一次开完，我今天是要飞到底，是不是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下次再说，今天太飞了，没办法。
那我们这个月还有几次直播？今天是最后一天，这个月今天。今天是四月。30号。哦哦好，反正到五月底嘛，对吧？到五月底。没有，到五月六号。五月六号，那我们今天再开一个。背后凹一点好不好？哦，谢谢住在上海的大风里。四四八八。算了，太飞唐云，算了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来拍个照，可以吗？我觉得他拍的那个角度看不太清楚。好的，重点是来了耶，呀，贝贝在哪？睡觉，干啥？啊在瑞晴像是云娇哥哥，就被瑞晴发现，然后嘞，然后有发生什么事吗？锵！哎，怎么没有？等到你吗？哪有？哎，出来好不？出来？为什么不出来？臭星星，臭星星，臭星星，哎呀，臭星星，在这里有吗？没有，他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来，这样，有吗？有接到吗？超不听话，真的超不听话，跟星星小一样。不会哦。可是我不是星星，我是小猪，我是猪 ，OK？ 坏星星。有了，好哦，坏星星，美崩图很好，终于练好了，是不是？不是星星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是猪，是猪 ，OK， 猪，猪 ，OK， 谢谢。呀，菜亚马逊聪明的 kiss 猪猪，约定猪晚安哟，晚安，笑疯，笑什么笑？谢谢西西今天的礼物，爱你哦，我会好好照顾玲姐的，知道吗？坏笑 QQQ， 晚安，大家晚安哟 ，good night。普通照顾就好，不用特别，当然要特别啊！你送了我这么贵的礼物，当然要特别一点，是不是？谢谢西西 ，Good night，Good night。